玉珠，玉珠，阿飞，是你啊？玉珠，你怎么来干这个活呀？不是，昨天邻居给我说这边有零工，工资可以现结，我就过来了。玉珠，这是男人干的活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干这么重的活呀？没事，阿呆，你这个更重的活我都做过，没事的。玉珠，我知道你想尽快的挣钱，但是你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。谢谢阿呆，没事，你在那边等我一下，我这边装好就可以了，很快了，我这边装好就可以。那好吧，那我在那边等你。嗯，好。玉珠，怎么又吃这个啊？吃了吗？我吃过了。吃一半吧。啊、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要喝水吗？我就给你拿。不用，阿呆，我今天自己有。我今天带了水啊。玉珠，等一下做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阿呆，今天我想去看看我爸妈。要回娘家吗？爸爸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，还是告诉他们一下吧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娘家远吗？坐车的话要两三个小时。那还是有点远哦。等一下我送你吧。不用，阿呆，这什么好麻烦你吗？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等一下这边结了工钱，我自己坐车去。玉珠，别和我客气了，就当是带我去看风景嘛。不麻烦，不麻烦的。爸爸，谢谢你。嗯，我看你这里还有这么多要弄完吗？啊，这个不用弄完，今天已经驮了几筐上去了。哦，就驮这几筐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嗯。阿呆，不玩了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好吧。阿姨，阿呆，阿姨你好。阿姨给你买点东西，那就买吧。那你帮一个的，阿呆进来坐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阿姨。爸爸不坐一桌，来给你沏点的嘛。有，妈妈我出去读书去了。读一读，我们俩过不下去了。你和你吵架。你打听问题来话，我就说嘛。我说好了，然后把那个彩礼退给他，就离婚。啥啥？离婚？离了婚那个彩礼钱，我哪没办？钱都拿给你妹妹读书用完了，我到哪去给你找？住啊，你离过婚了，那个娃娃那个哪能过？娃娃也找你。我们哪能出去见人呢？我也不想啊，你不晓得我在他们屋里过的啥子日子。姐，你带个娃回来，你妹妹说的对，我们也帮不到你，你为前两个人好好的商量哈，再把这个馍馍叼回去。两天回去嘛，快回去了，快回去了。二天没得啥子日子，你馍回来的，快走，快走。Thank you.
珠，原来你在这里卖东西啊？啊，这里人多一点。这个肉你们平时都舍不得吃了，怎么还拿来卖呀？这是隔壁爷爷家的，他们年龄大了，上下山不方便，就叫我帮他卖一下。哦，卖的怎么样啊？山里面都有这个，就是不怎么好卖。哦，我看这附近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收摊啊？我想再等等。你吃午饭了吗？还没有。阿丹，你今天找我干什么？也没事，刚好我也没有吃饭，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嗯，不行，阿呆，我已经麻烦你很多次了，不好意思再让你破费的。嗯，难得在这里遇到你，走吧，我请你。你请我的话，我不去。嗯，那这样吧，你请客，吃了我送你回去，可以吗？山上来回要几个小时，太麻烦你了吧？没关系，刚好下午我也没有事情做。就这样说好了嘛，走吧。那阿呆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面，你请我吃面吧。那你给我把它说起来嘛。那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我来说嘛，我来说。
一珠，阿呆，一珠，你这是去干什么呀？我去街上卖点瓶子。瓶子？哪里来的这么多瓶子？我刚刚喝了啤酒的。哦，这瓶子能卖多少钱啊？这里和我手上能卖二十几块钱吧。你下山一趟就是为了卖这些瓶子吗？我卖了这些东西，顺便买一点用的东西。哦，那怎么办？我开车送你。不用，阿呆，每次都麻烦你。我这边下去的话走小路，快一点。嗯，刚好我今天也没事情做，走吧，我送你。那麻烦你了，阿呆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来，我来帮你背背到车上去吧。我自己来嘛，我自己来。我来帮你背。有多重？嗯，那好吧，走吧，慢点哦。你这个桌子多少钱一斤？